相恋换，山东问题探一探。大主播想不清，听我另类说山东。农村事情来播报，再给大伙唠一唠。农村土地都撂荒，农村出路在何方？就在最近这些年，土地荒芜很频繁，土地撂荒的现象，各地农村都一样。从江淮到汉中，这事各地都发生。从湖广到江汉，这种问题很普遍。土地管理很粗放，各种荒地的现象很多，都是往天收。天地荒芜人心旧，过去土地是命根，黄土里面有黄金，土地里面能刨石，道理天下人皆知。如今田地都刨荒，村里年轻人走光，都去打工不种田，剩下老人真可怜。土地荒芜的情况不是个别的现象，具体情况有几种，听我说给您听懂。青壮老李去打工，剩下老人在家中。老人体力都有限，地里种活不能干，只能打理下菜园。地里农活很困难，要想种田没精力，无法耕地来顾及。别让田里光长草，不去荒芜就很好。撒点种子不去管，庄稼自由的发展。庄稼和草一样长，不足一家的口粮，不足一家人吃饭，地里长草懒得看。全家做生意打工也算比较的成功，城里安家和落户，老家农田难照顾，老人城里看小孩，地里农活咋安排？承包别人没人要，只好田地都荒掉。有些位置不太好，种地还要很远跑，道路交通不便利，很多人都不愿去。水电不通，面积小，费工费力收成少，田地不能连成片，种地成本不划算。以上几种的现象很多地方都一样，家里田地都不要，全到城里面报道。生存之道也改变，比当农民还划算，积极阳光来看待，说明农村发展快。虽说有地方赚钱，也是年轻几十年，人到老年要归根，最终还要回农村。家里田地别丢掉，将来养老有依靠。田地撂荒要关注，促进农业大进步，那个大进步。农民就是累，农民就是累，地球人都知道我做人很狼狈。金钱是玫瑰，是带刺的蓓蕾，让人尝尽缺失的苦水。农民就是累，农民就是累，全世界都知道你赚钱很疲惫，用你的汗水来换真和美。农民受苦受累，谁安慰？谁安慰？